英格兰在点球大战中淘汰了哥伦比亚，这场比赛英格兰没有继续自己的快乐足球，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创造出太多的绝佳机会，也就无法快乐的浪费机会了。不过英格兰球迷依然快乐，因为他们晋级了，这样不就够了吗？还有什么比晋级更加快乐的事情呢？本场比赛哥伦比亚其实是更有威胁的一方，可惜他们缺少了一些运气，缺少了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最终在点球大战输给了英格兰。如果夸德拉多突入禁区的射门能够靠谱一点，如果法尔考的头球争点能够精准一些，或许他们才是晋级的一方。可惜一切没有如果。本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不仅英格兰球迷快乐，英格兰球员更加快乐，特别是哈里凯恩，因为加上本场比赛的点球，凯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打进了六粒进球，这个数字如果放在以往的世界杯赛场上，几乎已经锁定了金靴奖。凯恩的进球都是怎么来的？有球迷调侃，这是幸运和快乐的六个进球。凯恩本届世界杯总共射正六次，就取得了六个进球，这个效率非常高，可以说是100%。不过，看看凯恩的进球，三个来自点球，一个是被动进球。这运气真的是没得说。目前哈利凯恩领先第二的 C 罗和卢卡库二球，考虑到 C 罗已经登机回家了，真正能够给凯恩造成威胁的可能只有卢卡库，而后面对阵瑞典的比赛中，如果凯恩能够再度取得进球的话，或许凯恩就能锁定本届世界杯金靴了。这对于本赛季失去英超金靴的凯恩来说，或许是一个额外的收获。